Izu 演唱会粉丝狂喊金泰妍，博贤表情让人心疼。最近 Izu 四巡演唱会重燃战火，由于金敏熙和金俊勉极有可能在明年服役，所以这次巡回演唱会很可能是未来几年人数最齐的一次，成员们都格外珍惜。尽管张艺兴缺席，不过热情的大阪民众还是让 EXO 成员们受宠若惊，而他们也奉献上了非常精彩的表演。不过演唱会上却有一些黑粉在台下狂喊金泰妍，博贤的表情也变得有些尴尬，想笑却又没能笑出来，博贤的表情真的很让人心疼啊。边博贤，韩语、英语 Beyond Mike Hwan， 1992年5月6日，艺名 Beck Hwan， 韩语、中文博贤，为韩国男子团体 Izu， 韩国分队 Izu K 及三人子团体小分队 Izu CBX 的成员，在队内担当三大主唱之一。虚构超能力为光，他为 Izu L 取了昵称艾丽，早年星力。边博贤在1992年5月6日出生于京畿道浦川市，家庭成员除了父母外还有一位哥哥边博范。就在学校前准备入考试，听住乐谱暖嗓的时候被 SM Entertainment 发掘来公司试镜，之后通过2011年的 SM Casting System 而进入公司成为练习生。练习生的时间为9个月，和团员沈是同期生，2011年5月最后一起被选入出道预备队，同是队内练习生时间最短的成员，仅有4个月半至5个月加入出道预备队。2012至2015年出道 Beautiful。2012年1月30日，博贤在歌曲 What is Love 的 MV 中作为 Izu 成员首次亮相。2012年4月8日，博贤作为 Izu 以及 Izu 分队 Izu K 成员正式出道。2014年2月16日，博贤与 Super 光熙李又飞成为 SBS 人气歌谣的固定主持。同年12月14日，博贤和 Super 因要投入预备 EXO 明年初的回归，所以从节目下车。2014年6月5日至8月3日，博贤首次参演音乐剧 Singing in the Rain，并饰演主角 Dawn Lockwood。 2015年4月，博贤为网络剧我的邻居是 EXO 现唱 OST Beautiful， 这也是博贤自出道以来的第一首个人音乐作品。2016现今Dream 月之恋人，步步惊心，力 Izu CBX 个人品牌 Prive by BBH。 2016年1月6日，博贤和 Miss A 成员秀智合作歌曲 Dream。 Dream 在音乐银行上获得了连续2星期的冠军，同时也在人气歌谣中获得了连续3星期的冠军。2016年4月，
伯贤在第四届音乐 V 榜年度盛典获得了韩国剧最具人气歌手奖。2016年5月12日，伯贤和 K Will 为 SM Station 推出第14期单曲 The Day。 2016年8月，伯贤首次参演电视剧，在《月之恋人》《步步惊心》《力》中饰演十皇子王银，此举让他在第一届亚洲明星盛典中获得了电视剧人气男演员赏，也在 SBS 演技大赏中获得了 New Star 赏。此外，伯贤亦与 Izu 成员 Xiamin Shen 为《月之恋人》《步步惊心》《力》献唱 OST For You， 并在各大音源榜占据了上游位置。截至8月25日上午9点，这首歌获得了 Niche 第二名， Only Music 第二名， Jenny Music 第二名， Never 第二名， Bugs 第二名， Melon 第四名等等。2016年10月31日，由伯贤、Xiamin 和沈组成的 Izu 第一个子团 IzuCBX 发行首张迷你专辑《Hey Mama》出道。2017年2月13日，伯贤与少佑合唱单曲《May》MV 公开。14日，截至上午9时，《May》在韩国八大音乐排行榜上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达成了。2017年4月14日，伯贤为 SM Station 第二季献唱单曲 Take You Home。 2018年5月7日， GOAT 杂志透露伯贤将与美国品牌 Prive 合作，于7月1日推出个人品牌 Prive by BBH。伯贤现为 Prive 的联合创意总监。